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哎，我刚以为我可以很快速的结束这几场，结果哇，没有，还现在还在这。最近有点去魂中毒啊，对，那就三四五六，OK，好，这样子。有点雀魂中毒，一直在打雀魂。没有直播的时候，我在打雀魂。对，然后昨天牌运不是很好，今天想要再来一下，就是能，那反正啊，算了，没关系，这样就这样，就这样，没关系，就这样。八百，这样子好。我觉得三人，我以为三人马应该会更快一点，因为我第一场玩得非常快，然后这一场就特别的慢。我想说，哇，现在是什么状况？现在是什么状况？会留局吗？感觉会耶。最后一层，希望可以速速解决。我今天有点想要把那个，你看，我把它拔起来了，耶，开心。段位长，我想当速攻魔法师，但是我四人马就没有办法，四人马我要想要很多。啾啾啾。哎，怎么又来了？啊，我刚刚打错牌了，哇！然后，等下给有人进来的话，应该会觉得奇怪，这个本不是要去安排去韩国行程吗？怎么现在在打麻将？对，我现在有点麻将中毒，所以正在打麻将当中，我没办法把我的两通给打掉了啦。哎，那我就可以凑七八九，好，没问题。四五六，OK，好。七八九，四五六。再来个东风或南风吗？应该要这么凑吗？感觉很难呢、欸。好扯！这你肯定不要的啦。啊？这你肯定不要的啦，然后就。都要虎了，我要飞走了啦。OK，结束。哎，没有结束，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早安，优轩。我现在不要，我有点，有点，我以为结束了。早安，早安。我以为结束了，怎么这样？为什么给我一堆一万和九万啊？还有一堆一桶一九，给我一堆反呢、欸？可以不要吗？先不要给我一九好吗？等下会再开始啊，因为我刚刚不小心在开场前打一搓了一下麻将，就搓过头了，现在还在搓。我希望我这样搓一搓能温暖一点，今天有点冷。手脚有点冰，对，就是会想要去韩国吗？还是有想要去哪一个国家呢？就是可以现在可以出国吗？在你想去的排行榜里面，哪个是第一名？太励志哦！哎呦呦呦！等他跑一下，我要速攻魔法，扛起马斯。速攻魔法！哎，怎么一堆小鸟？我不需要小鸟哎、欸！我要小鸟没打掉，我就一杠哎、欸！哇，好棒哦，太赞了吧！啊，这个没有用啊！把北牌，意想不到，我的天！
好啦，就这样子吧。韩国认真吗？所以今天是来特地来看一下韩国行程的吗？我要飞走了啦！哎西，哎西，哎、欸、他为什么不要北啊？哎、欸、北都不在，没有那么严重啦。早安午安晚安，黎明，在日本玩家还两个行程。哎呦，剩2700啦，再等我一下，我快好了。今天是真的是实时的，就是跟我一起安排行程啦。我就是从头开始就是找工做功课这样子。哦不，也、欸、没关系啊，我们友好好吗？我们要 peace， 对，我们要 peace。不能 peace 不错嘛，对不对？就是要，哎、欸，怎么会有？我每次都把它看成，我每次都把八筒看成九筒，然后把九筒看成八筒，我这眼睛是还好吗？这不行哎、欸，超愁日就确定啊，确定啊，当然要啊。我们就当个不愁日的那个，反正他们是国际问题哇，他们的国际问题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要这样子吗？确定要这样？黎明有想去的国家吗？特别想去的，在你心目中排行第一的那一种。我觉得他似乎不想让我离开这里。哦，南没机会了，南没机会，那你就拜拜吧。哎、欸，才刚讲完他就来了，是怎样？四排啊，四排最危险，先打走。是想要留西啦，但是因为西真的有点想要啊，来不及了，没了。东也没了，让我碰一下吧。我很想胡哎、欸，我刚才第一场胡的太开心了，跟大家分享我第一场我直接两局把人家打飞，因为三马是那个什么啊？三马是那个我想一下，35000，然后那个35000我就。第一局把人家打一万二吧，第二局把人家打18000，这样是多少啊？15000+18000，这里啊12000啦，我讲错，16000，15000+12000再不是乱讲话，12000，哎呦跑了，12000再加18000，8000+9000+40000嘛，直接把人家打飞，就两局啊。哦这局直接掉下来，可恶！好了，我们晚点再来打。这是我最近一直在想要打那个三人马。那大家对于行程的安排有什么想法吗？就是你会抓个大概吗？就是我要去韩国，那我去韩国是去北韩还是去南韩？北韩的行程会比较难安排，因为它。会有很多让你非常困扰的地方，就是你去的时候手机可能会有什么、欸、被设定或是不能使用手机之类的、啊、釜山行哦、欸、我真的对于釜山我没其实对于韩国整个景点观光景点我只有想要去济州岛，也没有说 不想去南韩啊，南韩的部分可能我还没有熟悉到说哪里什么好玩这样子，对，想看雪、哦、对，去韩国真的很适合去看雪，然后去滑雪，然后其实大家对于看樱花这件事情不是都会有想说去日本看樱花吗？其实他们有人说最美的樱花是在韩国，对， 我也还没看过雪，所以我也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很想要去看雪，所以去韩国的话其实可以去排个冬天的、哦
对，穿韩服也不错。我觉得去一些国家啊，就是你很喜欢的国家的话，真的会想试着，就是等我一下哦，敲敲麦克风，它有点，韩式炸鸡，对，韩式炸鸡这个也很棒。对，等我一下啊，突然发现我没有开 BGM 了，我刚才想说，一切准备好了，结果我没开 BGM。糟糕，调整一下。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吗？我们今天就来。可是听韩文歌是不是被……大家有喜欢的韩团吗？纯会对韩团没什么概念，我就是觉得好听，我就会听。听说真的是韩，听说韩国的所有的。版权攻击，对，先不要，先不要，好了，就这个好了。如果背景音乐会太大声，要跟我说，或是我的声音太小声，要跟我说。我不是，为什么把它关掉？被气哦，我可以把它缩小，我把它关掉是怎样？对啊，这样应该可以，就是。看了一下别人的那个韩国行程，然后他们去吃，大都其实去韩国无非就是去买，还有去吃。然后如果你是个吃货的话，像纯威就是个吃货，就对吃来讲可能就会比较有兴趣吧。他们听说韩国的东西真的都还不错吃，都还蛮好吃，很少会就是去特地找那些东西的话，其实都还不错吃。然后特别是肉类制品，就是那种烤肉啊或什么之类，他们肉类制品真的是做的一个真的是太。每个我觉得去韩国吃东西的人很少在看他们说难吃，还是因为他们找的店都是太好吃的关系啊？因为感觉他们就是大概找个大致上而已。有些不是网红店就会觉得不好吃，但是气氛佳。他们说网红店大多会是对腌制类，其实我很想要吃吃看他们的那种生腌，但是我又很害怕，因为生腌的部分就会有寄生虫嘛。但是他们去吃生腌的人都说它其实没什么腥味，都很好吃，就很好奇。虽然台湾有在卖，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东西还是要去吃当地的会比较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才是最算是对我来讲才是最道地的东西啦。釜山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地图好了，好吗？其实除了今天有在想说是不是要来做一下个。济州岛部分，因为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想说去济州岛腌那么久，那寄生虫，寄生虫被淹死啊！这个有好笑，这个有好笑，有可能吗？不好说因为感觉好像还是可以活着，因为它有些寄生虫是靠腐蚀嘛，对，尸体的部分，这样我会被爸讲的这个可能会被禁言的部分。就有可能啊，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对这方面也不是很懂。其实去韩国最大一个部分，我其实就是最怕说，语言不通嘛。对，因为他们讲韩文，然后有讲英文的话，又不是很厉害，就是可能要思考到底该怎么，就是思考要怎么。该怎么去购买东西或什么之类的？对，韩式英文就跟日式英文一样，就会有一个口音，对吧？我印象，但是我记得他们近几年来，他们的英文有慢慢的在提升这部分。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去想要去济州岛自助旅行，但是因为济州岛的部分呢，它就是不能自驾。哦，原来它叫济州岛哦，不是济州岛哦。对，它不能自助旅行的话，不能自驾，就是你要特别去请当地的一个导游，然后开车带你们去玩。对，这是比较麻烦的部分。但是目前我印象它就是可以有开放了，对，有开放自驾的部分。对，我来看一下，其实它蛮多。釜山吗？应该不是吧。
不错哎、欸，其实感觉很赞，有机来拍一下吧。搭船去，对，他要搭船，我记得他有小飞机，我的印象他有小飞机，但大多都是搭船去。其实我印象像是韩国很多地方啊，南韩很多地方，就是他都是搭船居多，搭船去那个地方居多，然后他的船班就很少。如果那种小岛之类的，他们船班就超级少，就是一天可能只有一班或是两三班这样子而已。大家有看过一日三餐吗？我对于一日三餐觉得还蛮有趣的。对，不，济州岛沙滩很美。怎么来看看？啊，这是个地方啊，算了。不，我们是要在济州岛哦。等一下在哪里啊？迷路了。哎，到上哪？快点！济州岛沙滩很美，它就是一个环岛环海的那个。然后在这边会有很多海鲜，脚踏是，那要骑多久啊？那个什么，那个脚踏天鹅船，天久哎、欸，疯了！哎呀，再帮大家看光。OK， 那我们来先来排一下济州的部分，南韩的部分，釜山哦，其实也有想去，因为大家都说釜山很多好吃的东西。没关系，我们今天先来排济州的。我都会去参考一下别人排的行程啦，就是去济州岛部分，或者就是旅行社安排的行程。因为旅行社为什么会安排这个行程，就是一来大多会观光客会去的，二来就是他们觉得这个行程是最顺的。但是因为他们行程是有叫什么游览车的部分，对，就是有游览车的部分的关系，所以他们行程会比较有些跑得比较远，是因为他们有游览车的东西。那在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如果是自助旅行的话，就要考虑到交通工具。那个是失速列车嘛，在釜山嘛，我印象。对，就是我如果是我们自己排行程的部分，一来就是你要考虑到住的地方，离你去玩的地方会不会太远？那你去玩的是会在你住的地方的附近吗？还是不会？那你是不是就要开始更改一下你住的地方的行程安排？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先排完行程，有时候是先找住的地方，找完之后才去安排行程。对，失数，对。我还没看呢、欸，你们有看吗？对，你们有看这个部分吗？我还没看，你看他是不是做了第二集啊？疑惑，持有国际驾照。对，如果你是去自助旅行，有考虑到要开车出去的话，不管是任何一个国家，你都要去，你都要有先有驾照嘛，台湾的驾照，有台湾的驾照之后才会有。然后去申请国际驾照，才能去当地租借车。年终旅游那就好了，如果可以。因为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讲还太危险了，真的不小心中标了，我就会可能，然后喉咙会肿的，再严重一点就是支气管发炎。对，所以我对于，因为我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想法，可以私信哦。对，没错。哎，现在还要吗？我记得。过期吗？真的吗？有点卡，我来看一下为什么会有点卡。可是我这边都看稳定的哎、欸，有点。等一下啊，下载。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其实哦，真的转、哦、圈圈，我的天！等一下、哦，为什么啊？现在呢？现在有吗？来了，我老板来了啦，还在转吗？天哪、啊，今天是什么状况？让我思考一下。对啊，网络也只有一趴而已啊，用电量非常，还会紧吗？我觉得不是我网络的问题，还是真的是网络问题啊？因为我刚刚测，难得，我觉得先，不是现在还有。
有吗？现在还有吗？我是谁？我在哪的部分？我先把那这样子，我把Disco 关掉，我要思考一下我密码是多少。其实我们会先定台湾的哪里坐飞机的地方会有，会不会很远？远是一部分啦，但是住宿的地方去走。那如果我今天，那我是不是就要思考在那边住一天，或是在在那个？如果还要转，那跟我说一下，我真的有我这边都是绿灯的。好，我不能说他说坏话，等下生气气。对 ，OK， 大部分需六个月以上。知道护照会过期吗？那你看，要自己看一下，一年左右。以前是为什么玩口鬼不卡？口鬼不卡，反正现在这边只是开个网页就卡成狗了。我觉得应该是问题，网页那个什么，应该是不可能啊！还要办个那个什么，办个那个一居的部分嘛。那跟大家，因为我觉得一居啊一定很够用。就是你家人在使用网络的时候就已经够用，因为我们家网络会有接 WiFi 的部分，另外再接一支 WiFi 出来，那就是一区的话一定够边打游戏，因为看你的护照是否原因，是因为有时候你可那其实可以自己去，因为旅行社代办签证的时候免签吗？我也忘记了，我来看。适用对象，这时候就是有免签，韩国有免签哎，搭货一样哎，再去拍的任何行程，购买任何护照没有拿行程的时候，又是一件麻烦的事情，要先都是一定要先拿到护照，然后抢自主隔离通，我在当地种自己的药备好。是你自己可能会有什么一些，就是现在尽量这样，以前都还好。就是其实部分就是你要去思考说，我现在如果就多做一个功课，以前就是我把在查，是手忙脚乱的，所以我就最后会再做一个如果真的是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现在还是到了那个就是你一条线为止，对，那要该怎么？什么遗失？哦，驻外馆，对，驻外馆是在韩。如果我现在去韩国嘛，就是在韩国驻外馆的部分。对，这是一个部分啦。对，就是其实，在安排行程不难，它只是有点你要思考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就会觉得很烦躁。像我现在安排日本行程就会比较简单多，因为去过日本都是自助旅行，然后你就会有点熟悉它的那个地图了。那大概会走哪些地方？其实你就是想了一下，大概就会出来。那地铁的部分也不怕，其实去坐过搭过几次，和知道它哪些东西的话，其实稍微查一下它你就知道了，对不对？那韩国的话会，这次会挑战韩国的部分，是因为我觉得日本行程太轻松了。就是很快就可以结束了，然后我就想说，我也想去韩国，那我们不如就来排一下韩国的部分。如果有转圈圈，还是要跟我说一下，因为我真的是看它是绿色的，我觉得有点紧张，大家都一直在转圈圈，会很烦，我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很烦。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济州岛吧，济州岛该怎么洗排行程？我们现在就暂定。天吗？可是我觉得济州岛应该是玩个两三天，然后釜山玩个两天，然后就坐飞机这样子。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大家有喜欢哪一间航空公司吗？纯会其实都是习惯当联航。对，我机票国际，机票不是起跟什么啦？哦。真的乱来耶！机场高雄、台北、
台北的机场现在目前是比较，不能说航线比较多啊，应该说现在航线比较多。对，欧洲没坐过飞机，会害怕吗？如果现在让你坐飞机的话？有些人第一次坐飞机是会害怕的。台北到，欸，他有到首尔，为什么他只有到釜山呢？没坐过飞机，去回 OK， 去回，很想坐坐看，其实还不错体验啦，真的。国际飞机和国内线的飞机差别就在于飞的高度，对，因为国内线飞的高度比较矮，对，然后它的话就是容易看到云层，但是其实也很漂亮，晚上的时候会很漂亮。那国外的话，它的飞的高度就非常高，它是在云层上面，对，国外的飞的高度就是在云层上面，所以你不太会，就是你可能会看到底下看到一堆云，但飞机很少会撞到云层，但国内线就很常撞到云层，对，这部分。国内线可以搭晚上的啦，比较漂亮，还有搭那个下午航班，就是日落的时候，哇，那真的很漂亮。国外线的话，其实上飞机没多久，如果大家其实都会在起飞那一阵子一个小时，甚至下降那个小时，不是那半个小时拍照，因为它下降的时候是可以看到很多地方，就很漂亮。对，然后起飞的时候就是刚好离开嘛，离开那个机场，然后看一下那附，就是你会看，就是你会看到那附你自己起飞的那个地方的附近的，就是样子，还不错。但是如果你就是搭飞机的时候会有恐高，会有恐高的人就尽量不要去坐在窗边。如果你没有恐高的话，很推荐坐窗边。但是你要想一点啊，因为你坐窗边搭国际线飞机都很久嘛，那你坐窗边的话，一来你要出去就很不方便。如果你是一个会一直想走动的人，那你就是尽量坐靠走道。那如果你不是一个一直想走道的人的话，那你尽量是就是可以坐窗边，坐中间就会比较，因为飞机的大飞机的话是通常都是三人排吧。该怎么跟大家解释？我有小画家吗？因为每间航空公司的飞机机型，只要机型的话差一样的话，基本上那座位就差不多是这样。假如这个是飞机，对，这是飞机，那有分机头、机的中间，就是靠机翼的部分，然后机尾嘛。那如果你是想要赶快坐到位置的话，都可以选在就是走到应该说上飞机的地方，对，应该都是通常都是会这里上飞机。那大飞机通常会有两个门，那两个门的部分通常有时候会开放两个门，那有时候会开放一个门而已，就是要看当下航空公司。那安排的部分，大飞机通常都是这样子，这样，有时候是这样子哦，但有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情况。我们现在来讲第一个情况，这就是三人，对，有时候是这个情况，这是更大一点的飞机。那如果是稍微再小一点，就有可能2、3、2。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3、4。应该是2、4、2这样子，有可能啦。但是我有一次做到的印象是3、3、4吗？三三三
三啊，对，我印象是做了333，有点忘记了，就是它的部分是这样子。有时候你买票的时候，你就要看一下你的票是坐在中间，还是坐在旁边这个部分，你就要去思考。啊，有时候国内线的话，通常都是22啦，对，走到这样22，对，然后大一点的飞就是23，都会这样，国内线大多是这样。这只是分享而已啊，实际上你会遇到哪一种机型不一定，因为你要去看你的航班。啊，航班你买了机票之后，它都会上面写它的机型，对，你可以去查。对，但是其实这都不重要。你在买票的时候，你就是可能划票的地方，你就是可能要可以跟他说，我想要坐靠窗、坐走道这样子。那他就会跟你说，我们靠窗和走道，他都会跟你讲，坐在机翼的部分可以吗？会很吵，对，坐在这个地方会很吵，因为它的引擎，那个喷射引擎在这里，对，在这里会很吵。是正常的，那你就看你喜欢坐在尾巴还是坐在前面。如果你想离厕所近一点，你就问他说：“那哪个座位离厕所近一点？哪个座位离厕所远一点？”对。但是我个人是推荐，对，根据不同的机型去选择你想要的位置，这是一个重点。但是有时候其实我是自己坐飞机不太想太多，除非我真的有要求要坐在靠窗，我就会说要靠窗，因为你在做登机的时候。他就顺便帮你划位嘛，或是你在选择购买机票的时候，他就会问你是要靠窗还是什么。有些会，有些不会。我印象，如果你是直接在他的航空公司的网站去购买的话，他会让你选择说你是要靠窗还是走道。对，那如果一般这个地方的话是不会让你选择，是随机的。那你可能就是去划位的时候就要问他说，那我可以坐靠窗吗？还是我可以怎样之类的？就是你要自己去问一下。对，那。这是飞机的部分，如果你不想太吵，就尽量不要坐在这里。对，机翼的部分。那如果你想要安静一点，就尽量坐在尾巴或前面吧，要不然就是离厕所远一点。因为在飞机航行的当中，你要去上厕所，那个门会很多人去接着去上厕所，而且走道真的很窄，是应该说。联航啦，讲联航，因为我们如果是想要省钱的话，坐联航，它的走道真的是很窄，然后位置也很挤，所以你在这部分你就要自己去思考，你的航线会不会很远？那你是不是真的很想坐靠窗？那你靠窗的话，你会不会很常走出去上厕所？或者你一上飞机，我只是拍个照，拍完照我就睡觉这样，然后上厕所的机会很少。对，这部分就是你要去思考一下。那我们就先把飞机的这部分先这样子，我觉得可以再去了解一下。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太习惯搭飞机了，不是出国的搭飞机哦。之前啊，在之前很早之前，我在其他地方读书的时候就比较常搭飞机，对，所以有这样的，就是已经搭到有点忙，就是搭到我之前出国去日本的时候，到日本的时候就没什么感觉，我就到一个地方，我想说好像也没有什么我到其他国家的感觉没有，完全没有，对，这是搭飞机的太多次的阵痛期，对，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还是保有那个期待的那个啦，我看一下哪里比较紧好不好，这可以先删掉。Google Map 在哪里啊？它明明就在这里，也没找很久。大家要变熟客？不会，因为除非你是已经那个航空公司，你是搭熟到你跟里面的那个柜台，就是他们的客服。不能说客服，是他们的柜台的那种，你要登记的那个有认识才有办法到熟客，不然通常就是很少，除非很少会认识啊，就莫名其妙认识，除非你是社交牛逼症，对，我就没有，我就没有。想一下，济州岛。
在这里。好 ，OK。哦，首尔就很远呢，那等于就是飞釜山比较近啊，因为釜山在这里嘛，对吧？那等于说，假如说我要去，因为每个地方我们搭航空，搭飞机的时候，你要先去把你玩的地方去查一下，你要想玩的地方去查一下。那我要去济州岛，我的本来主要目的是济州岛，那我就要去看一下航空，飞机国际飞机场降落的地方，哪一个是最接近济州岛的？那像现在是釜山，对。那像日本就有东京的部分就有成田和羽田嘛，那你就要去看一下成田和羽田差别在哪里？对，它一个在东京的右边，一个在东京的下面。成田是在东京的右边，然后羽田是在东京的下面。我印象啦，等一下来查一下，实证一下。对，就是这样子。那济州岛的部分在这里，那我们最就是一定要搭釜山嘛，釜山到这里是最近的嘛，才不会又浪费一个车程，从上面玩到这里这样，然后花很多钱呢、啊。其实出去国玩最花钱的地方就是车资，就是你坐任何的大众运输工具的部分。最花钱的地方有时候是在这里，像日本的话就很就是你要去买那个票券，對，这之后我也如果有排日本行程会再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就从台北到首尔好了，不到不知道到釜山啦、啊。刚刚是这里吗？这里就有釜山了。假如我是要出去玩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要避开让很多人出去玩的时间，你看那两万多，就是意思就是这就不是联航了。就是商务舱甚至经济舱的部分，对。那过年期间就一定会更贵，机票过年期间就会稍贵一点。那它目前它开放的时间没有到二月，只到一月而已。你可以看一下，对，你看，只有到后面没有显示价格的部分，就是没有开到那么晚。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到釜山去程会有吗？假如说到一二三四五，是一点好了，好就假如这样子好了，看有没有跑出来，因为它这个网站是没有的。贴心，它有标注一些时间点的，让你知道。那在时间上的安排，就是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下该怎么，该怎么，那个叫什么？就是你的假日，就是请最少假，最大利益啊，请最少假，玩最多天。对，那如果是平常的，像现在这个地方，你可能就是可以去看一下。假如说我把时间现在是这个时间，我这个这都是个金额，对，这个金额。那行联行的就是虎航是联行，是台湾的公司，对。然后釜山它是他们联行，对。然后就是跟那个中华航空一样等级，对，这就跟中华航空一样等级。中华航空不知道吗？它就是一个。它就长这样，就是这个，这应该很常见吧？很难看到他们家的飞机吧？对，这是他们中华，就是跟一样等级，多个航空。好吧，我们就看黄新宇耶，那新宇这里时候没飞吗？我们来看一下新宇有没有飞，好不好？我会想当新宇，是因为它是新的航空，台湾新的航空公司是长龙吗？对，有印象啊，长龙，对，创办人的儿子，他那时候刚开新宇刚开的时候，就是很多选择，对，有很多选择，机飞机的地方其实很多选择。
你要看你想搭哪一间航空公司。对，就是在你选择你要出国的话，你想当哪一间航空公司，其实就是你自己的选择而已。对，然后还有一个选择，还有一个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的话，就是你要自己去看它的航班几点是你 是不是你喜欢的。对，我会先选择航空公司，再选择航班。对，但是有时候是我会先选择时间点，因为刚好其实你要搭的航空公司就是可能很多，是其实都是联航的部分就很多嘛，那就无所谓，因为价格是差，他们价格不会差太多，那他就只是挑个时间点而已。其实这有多种选择，你可以去自己去找，不用，我觉得你在挑出去玩的航班或是其实你不用去太思考太多的品牌问题。会思考一个品牌问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搭过了这间航空公司的服务品质真的超低、超烂、超不好。但联航大多都是那样子啊，我可能是因为我搭了日本的联航，大多都是长的那样子，只差在座位的问题。对，有些联航座位就超挤，真的挤到跟你不舒服，那你就可能要选择另外一间联航。韩国这个部分我就不太清楚，我就会是选择它的时间点。我在这个地这个这个这个、对地震地震，就是这个时间我要怎么去玩，对这部分。然后会想来看一下星宇好了，感觉很赞欸，因为大家去搭星宇的部分就觉得探索景点。好，出发点，他目前只有开台北，对，他高雄目前没开。东南亚札幌，咦，他们有飞韩国哎、欸，哇，他只有飞日本，他没有飞韩国，好了，就拜拜了，星宇拜拜。我很想搭他的飞机，是因为那时候他很可怜，他是刚开启之后就疫情。然后就一直忍耐忍耐到现在，对，没错，就还蛮酷的一件，就是我觉得如果下次有想，但是他原本是说他打造的是联航，但是他看起来的机票价格并不是联航，我们随便来选一个好了，选去，假如说我们要去福冈，来回旅游行程就一个比较平。时间好不好？对，好 ，Let's go， 下一家。对，因为我会真的很想搭它，是因为它那时候试出来的那个机，就是机座机舱里面是很漂亮的。你可以试看，经济舱8000多块，商务舱1700，哦，其实还可以啦，可以接受哎，不贵。这次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再压低价格，因为联航会更低。很赞哎。其实还不错，还不错，好啦，有机会可以搭搭看。好，然后我们现在就看一下它，济州还有釜山呢，济州比较便宜，虎航呢8400，8490，啊，差一点点，那就搭虎航啊，因为搭熟悉一点的航空公司嘛。那你这？在买机票的部分就要去思考，他有没有托运行李，因为国际线会有个托运行李，因为我们有时候拿的行李箱比较大，然后回来的时候也会装很多东西，那你就是要去思考，我去是要带一件，回来要带几件，对，那他钱又是不一样的，又是另外一回事，那我们就直接搭，这经济舱，这是什么？差在哪里？差了。款1小时后出票，与海外款什么？等下我看一下他们差别，就是这里而已吗？你就去看一下，如果假如说全程未使用，我可以退多少钱，或是我可不可以改期，只是要去注意一下。如果到时候要思考说更改行程的时候，这里就有写啊，行李部分。托运行李没有嘛？托运行李也没有，一件一个人就10公斤，然后你还要去注意这个，对，因为这是
带上飞机了，这不是托运哦，这是带上飞机，就是你的有些不是我有手提行李吗？就是这个意思，那个手提行李就是10公斤。那出国不可能嘛？除非你的玩法就是你出国我只带10公斤，手提行李10公斤上飞机，我回来的时候我去随便跟他行李去买个行李箱回程，对，就有可能这样子。那这个部分还有一点就是你可以去思考说我要怎么带行李，像我自己可能就会属于带个28寸或是30寸的行李箱，里面放一个小的行李箱，这样我再装衣服。身上再背，在里面再放一个行李袋，或是身上再背一个，就是里面放一个行李袋，身上背一个包包，背一个那个后背包。那你出国要回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带很多东西。对，这就是另外一个地方啦。对，只是小知，就是也不能说小知识，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这个部分。看一下哦，这是差是差在哪里？这是不可退啊，这个可退票，这个不可退票啦。对，就是你这个买了这个之后，你就是一定要去这个时间。但如果你想省便宜，就是一定要买这个。那你不想省便宜的话，怕说行程会有变动，那就买这个，因为这个可以退票，这个不行。差就差在这里，刚刚才发现啊，小心操纵。带上飞机了应该20公斤，哎，带那个托运20公斤，对，托运20公斤，操纵就收一些手续费啦。对，如果你可以接受这部分的话。很难，你去的时候衣服再加这样很难，超过很难，对，除非你就是，要看啦，对，就是要看，就是如果你刚好你的手上那个手提行李箱是可以上飞机的，那你就可以考虑不要再带这样，就是衣服装在大行李箱，手提行李箱是上飞机跟你一起上飞机，但通常不太会这样，通常都是会大行李箱包一个小行李箱。加坡行李750，我通常都会加啦，去回来我都一定会加，因为我怕我说就像你说的超重，对，但很难很难，就是10公斤，哎，没有没有没有，一定，如果你是考虑一定要带一个大行李箱出去，一定要带买一个托运啦，因为那个大行李箱是没办法上飞机的，对，就是一定要考虑要托运的部分，那来回都一定要记得去买，700多块其实还好啦，可以接受。加过去旅行值就是不能超过这个很棒哦，不能超过30公斤。日本是20还是25公斤？我印象20啊，对对，这很棒，还是30公斤，那你那个 OK， 那这个就是飞机的部分。假如说我已经买好机票了，我在2月8号出去，然后2月13号回来，那我2月8号的行程是去，就是下飞机之后，我应该要马上去济州岛嘛？应该是不会，你要看你的时间嘛。你现在是下午6点到那边8点，那你一定会在釜山玩待一晚。但通常这个时间都是去在那边吃吃喝喝而已啊，等于浪费了一天的行一天。你搭飞机的时候，你就是一定要扣除到2天的时间。为什么？去的时候一定算一天，回来的时候也算一天，因为那个都不能算你有玩到什么东西，我们只能算你玩的过程、住宿的过程。对，因为假如说你看我回来那么晚，那我是可以我再多玩一下下，但我其实我要再搭，我要去算说，其实它是2105起飞哦，不是到场，是起飞哦，就是它这个时间一到就跟你说拜拜了哦，你没有话位你就是没有了，这个是要提前一个小时哦，提前一个小时去话位，对，到机场等候去话位，到机场等于8点的时候你就要到机场，然后已经在那边话位了，对，然后在机场待一个小时，差不多快一个小时，对，吃个饭啊，在机场吃个饭，买个东西，去逛个免税商店。所以这个时间只是让你说这个时间我要起飞，但实际时间你要到机场的时间大概是8点，甚至在7点50分，所以其实你玩的时间就没有很多，这天玩的时间就没有很多，对吧？就是等于说你在这天是大概7点半，差不多7点半就要到7点半，或是一定要在7点半抓车程，一定要在7点半差不多的时候到。对，因为你不能保证说，你不能保证说我一定会8点到，准时到机场，不一定，对，因为有时候发生一些突发状况，所以你要算一下时间，大概你7点以后的行程都没有办法跑，你要花很多时间在机场，这就是去玩的时候会有一个小状况。那
那你在七点以前你就可以去到处的走。这个部分就是假如说我今天是在要去济州岛，那我第一下飞机我订了，假如说我今天订虎航，那宁可早到也不要迟到，搭国际飞机一定要这样子，宁可早到也不要迟到，因为你迟到他就真的跟你说拜拜了，他不会等你，飞机是不等人的，对，除非你就画好位，画好位在机场等，然后他就会广分，你说你还没到进入，已经该进飞机里面了，对，然后他已经画好位在机场机就是候机室等待了，那你没有进去飞机的时候，他会广播，对，他会广播说，哪个航班，然后国内先是会讲名字，对，什么什么小姐，假如说是我没有到，那就他说名冠纯惠小姐，请至几号几号登机门登机。对，他就会这样讲啊。如果国际线的也会说，对，就是他会讲英文，韩文我不知道会不会说，但是我去的话，大多都是讲英文，对，因为是国际飞机，都会讲英文。他发现这个人是国外的旅客，他就会讲英文，对，就会讲英文说，请自己要登机。那有些人就会看，有些人一直在跑，哇，一直跑跑，就是他要准备登机了，但他会迟到了，会等他一下下而已。对，有些是会等到他一定上飞机，但有些会等你一下下，等十分钟，你没来我就拜拜了这样子，就是等于在坐在候机室，然后看要怎么办。通常是很多航空公司一定会等到你上飞机，全部等到才会起飞，这有时候会延误班机，并不是因为他，并不是因为。天气或是什么之类的，不一定。有时候很多时候国外延误班机，就是因为那个人等一个人，或是等一些人没有上飞机的人延误班机。对对对，你就说，为什么我时间到，我飞机还没起飞？一来你可能 行李太多装不完，地勤人员不够嘛。对，像最近有长荣的地勤人员就是罢工嘛，然后他们人员不够，就导致延误，这是有可能的。等人的航空 很多，如果你今天是坐商务舱，对，坐商务舱，那我像是就是一定会等你，因为你是 VIP， 坐商务舱的人大多都是 VIP， 对，是他会大多会等你，对。那如果你是一般的话，他可能就不好说，他可以等你可能十分钟，他就飞走了，对，他不等你了，通常都会等你啦，等你十分钟左右。我的经验来讲，通常都会等你十分钟左右。那我们现在就讲一下那个航空部部分嘛，我们就是下午四点飞，从台北飞到八点到航，好短哦。对，跟去日本差不多。到八点，其实到八点之后，你还要等一下你的行，就是你只是刚到这个地方而已哦，并不代表你八点就下飞机了。没有，八点是到。你可能会在这个飞机场待大概一个小时至半个小时，通常都会一个小时左右。为什么？因为你下飞机之后，你要去等行李，行李拿到之后，你可能要出关。如果你没有办快速出关，你就在那边排队，就会很不久。那韩国有快速出关吗？我看一下，应该会有啦。快速通关。哦，这有时候有些地方就有自动通关和快速通关，还有或者是你就是傻傻在那边等的部分，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就很简单，他就是看你的护照人，应该都会有大多，也有可能没有啦，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我去的国家不多，我就只有去过日本而已。不错哎，很赞，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下，其实他就看一下你的护照，然后就走出去这样子。然后你就是身上就不能带东西啦，就是东西都要收起来啦。他如果你过那个门，有哔哔哔哔，就把你拿下来。也看你是身上带了什么，是不是有带违禁品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哎，皮带好像要拿吗？好像要还是不要？我就忘记了。对，太久了，已经两三年没有出国了，真的是很久了。这个、部分就是你可能大概九点十点才会离开机场，到你的住
的地方，所以其实这个时间点，如果买了这个机票，这个时间点其实我应该会在釜山住一晚。但我就会在住一晚之后，我在思考，我应该就要思考下一步，我应该是直接去济州岛吗？隔一天直接去济州岛吗？还是会太累？我在这边釜山附近玩一玩，玩一玩，大概玩个两三天，或是玩了一天左右，我再去济州岛。对，就是要思考这附近。然后我去济州岛的部分，我该怎么到济州岛？我现在连个行程都不在，我会打开记事本啊，最好用。然后我最喜欢的方式是手写，因为手写一定会记得。然后如果要变动什么行程，我都会记得说这个行程我应该要跑成其他什么地方这样子。济州岛，来吧，我就会去找参考别人的啦，因为毕竟我不懂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我有想去哪个地方，那我就会去找一下他的行程。那有些行程会为什么会有2022或2021什么之类的？那你可能要去找一下2023的参考，或者是参考2022的都可以。就是因为有些地方它会突然有变动，像是吃的东西，它可能今年有开，明年就关收起来了，这样都有可能的。就是你要去稍微再做一下功课的部分。那这个是2023的，我们先来看一下2022的推荐啊，好不好？对，这个都很好用 ，KKday 还 KKlook 都很好用。有些票啊，你在 KKlook 买之后，你在机场领去。像我，假如说我今天去日本东京迪士尼，对，出国前调查一定要稍微了解，就是因为假如说今天行程是我们自己安排的，除非你今天是旅行社去跟旅行社买行程自由行是可以的哦，有这个方案哦，就是你去跟旅行社买自由行的方案，他就是机加酒都帮你订好，行程你就跟他走，然后他可能会帮你配什么东西，对，就这样。还蛮棒，他就是你就是走照他的行程去走就好了。然后 KKlook 的部分就是，假如说我今天就要去购买东京迪士尼的票，我买完我只要挑选我要在哪一天去玩，我买完之后领票是在飞机场领票，对，你就是去飞机领票，领完票，然后那一天去迪士尼给，就是不用在那边排队买票，对 ，KKlook 这个还蛮方便的，蛮推荐的啦。但是你要自己去查一下，他该在哪里取票或在哪里怎样，因为国际航空很大很大，是你想象不到那种大。对，台湾的就比较小，我真的说实在，台湾就比较小，比较好理解，因为有时候应该说台湾的就是你进去和出来，就是那个地方，然后你也很有办法了解啦。是因为它是写中文嘛，我们就可以更好懂。然后还有它的地方，它就是 不算大。对，那如果去其他国家，像东京成田机场就很大，你可能就会小小迷路，你就要想说思考说，我应该要从哪里搭车去哪里去哪里。对，这个部分。那台湾一个好的一个点就是你的上下交通工具就是捷运。像台北，桃园机场嘛，桃园国际机场，那它的话有捷运嘛，你只要去找捷运站，我就可以到我想去的地方。那高雄是小港国际机场，它也是到了之后，我只要去找捷运站出入口，我就可以搭捷运到我想去的地方。那像东京的话就没有，东京它的话就只有那个我们讲的高铁，而且。它的高铁是你要先搭车，先搭车到搭那种公车到其他地方，然后就搭它的高铁，而不是它的机场。我印象是这样子，羽田好像，大阪就有，大阪你下飞机走一段路就有它的高铁站，对，它的算它的高铁吧，也算了，有它的高铁和它的那个环状贯线，印象啊。有点忘记了，就是可能要去复习一下。那济州岛行程就是目前先看一下，了解一下。就是在很多打卡景点，它其实应该不大，有点赞哎，是超过40个自由行哦。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要去思考，我们就是要自助旅行嘛，然后就是要怎么租车。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该怎么玩。这里就写，
他的行程。他有机场接受哎，为什么？我看一下。啊，他机场接受要干嘛？这是计程车的部分吗？啊，对，还有就是你要办信卡的部分，就是国际的，是去那边用的网路。那这个就是要换你手机的 SIM 卡，还有分享器。你要买分享器还是要买网路？那我个人推荐是买网路卡，但是如果你是很容易把你的东西用不见，把你自己的 SIM 卡用不见的，你就买分享器。但是一定要记住哦，你要拨打到电话，那就变成国际电话了，会超贵的。对，没错，国际网路很重要，所以一定要先，像有些人会直接买好，那哪一家比较好便宜我就不知道，因为你要去查一下。像我印象中华电信比较贵，台哥大就比较便宜，我都习惯买台哥大。对，但是你还可以去找看有没有更便宜的。我不喜欢买它这个分享器哦，它是 一天算，但它有几 G 的容，就是分享几 G 这样子要去看。对，那一天算，有时候它是会比较贵，这个反而会比较便宜，就是你要自己去比较。那有些国际机场下飞机会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买这个东西，信卡，然后有些柜台是可以让你租 WiFi 的，你可以去看。对，那他买信卡的部分，国际在他那个飞机场买的话，一定会比较贵。对，一定会比较贵。来看一下喽，看一下，反正就是去吃嘛，我觉得应该就是去吃。中央地下街可以去逛一下哎、欸。市场这一定要去的啊，然后这个就还好，没什么兴趣。这么酷哦，这可以播吗？性爱主题乐园。好了，这个我们就通过，太大人情形了。海水浴场可以玩水吗？应该是读，哎，只是去逛逛而已吧，还是可以玩水。我帮你找一下啊。地址，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哦。这应该是一个景点吧，还是可以玩水啊、哦？它如果可以玩水，就有一个多一个玩水行程哎，应该是可以的，可以在这边玩水。看有没有水上游乐设施，像那种那个飞行伞啊什么之类的。跑很慢呢、欸，哎、欸，快点啦！关掉，关掉。既然你跑那么慢，就把你都关掉。关掉，关掉。那应该就快点吧？还是太多照片了？我觉得我又转圈圈了、欸，哎、欸，不行啦，振作一点啊，电脑。我是想查个行程而已，这么难吗？但是感觉很好玩。要去啊，这一定要去啊，因为是观光景点，这感觉很棒哎、欸，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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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乐园哦，除非你有想玩玩，但我觉得暂时没有。看时间点的，对，因为秋天嘛，才有办法看枫叶。这边可能就是去爬个山啊。哦，很久呢。哎、欸，这个一定要去看啊，感觉很漂亮。这应该也要上山吧？对，看照片都很赞，但实际到也不知道长怎样，要到实际到才知道。攻略就是自助旅行攻略。嗯，小红马上就这样。跑不完，这样就不知道到底好不好了、啊。采橘哦，他们的橘子真的很好吃，就是那种小小的那种碰干啊，那种橘子。哦，
棒哎、欸，是可以体验啊，就跟我们去采草莓一样，去国外就是要去吃吃看国外的水果，我是这么觉得啦。如果他们当地有产水果的话，如果是我就一定会体验。那、啊、如果有想潜水的人就可以体验这个，如果是我会想去，因为感觉就很漂亮啊。可是这个就要租借装备，对，有去要去这个地方潜水的话，就要租借装备，除非你只有装备。但我自己可能还是会到时候，如果真的有要稳定去玩的话，就会去买一下一些装备，像是这种呼吸器啊，因为这个呼吸器如果租借的话，这个是不会换的哦，这咬嘴是不会换的哦。是共用的哦，你就要去思考卫生问题。对，如果是我，一定会去。而且这个就是其实冲洗一下，不太会去搓它。我觉得就有点小小的脏脏的。可是买这一套就会很贵，那、啊、如果你是去租借，就会稍微便宜一些。对，就要去思考这部分。对啊，这还不错哎，感觉很赞哎。试穿韩服嘞，赞啊！他们也有哦，就有大长今的拍摄景点在这里哦，好酷哦，很赞很赞。价格为15,000到50,000哦，50,000有点多哎，我们来看一下币值好不好？币值换算，我们新台币1块钱嘛。假如说韩元 ，OK， 好 ，OK。假如说这里是15,000，300多块啊，怎么便宜啊？哎、欸，贵、欸，不贵、欸，不贵、欸，可以、欸，可以，你看不贵，最高50,000嘛，50,000就1200。看看，怎么样？右圈可以搞出看看，赞哎、欸，真的很便宜。你看15,000到50,000韩元，这是韩币哦，不是台币哦。如果15,000台币，我就要思考一下哎、欸，有个鬼，赞啊！就是他说要再加鞋子、帽子，哎，反正加也超过不了2000多块吧。好了，算2000好了。但也不贵啊，就是你去玩就是体验了，不贵啦，不贵。哎、欸，手工茶，它是手作路线的、欸、那种茶园路线。对啊，穿啦，哪次不穿？穿啦，去就是要体验的、啊。这个不错哎、欸，如果喜欢茶类的，感觉很赞。拍摄景点，网红景点，它就是一个走手作网红景点的路线。你喜欢玩水的可以来这边体验看看。它有水上娱乐设施吗？看起来没有，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只是来这边玩的，就是来这边踩踩水，看看海。它这种渔港附近就一定会有一些小吃吧，可以去试试看。可以排啦，这可以排。我们济州岛啊，看一下。这瀑布要走进去吗？这是什么 ？OK， 我们来查一下怎么去从釜山到济州岛。这可以啦，这个地方可以去，感觉不错。感觉他就有副驾在讲什么行程。玩水啊，有哎、欸，是有的吗？应该是滑滑独木舟什么之类的吧？欸、有哎、欸、有哎、欸，这应该可以，就是其实水上摩托车通常都是你被载的那个，不会是你自己骑的那个，因为这个比较危险的原因是因为。有时候你不懂海域状况，你可能就不小心触礁了，或是不小心撞到人，都很危险。这个撞到人
是那个人是真的会可能会拜拜的哦。滑滑独木舟冲冲浪这样子，可是这个比较麻烦，就是你可能要去找一下看有没有那个淋浴间，对，淋浴间，而且衣服会不好整理，就是你除非你住在这边，你可能就是尽量让衣服干掉，就是洗完之后让衣服干掉。如果这种玩过海水的衣服啊，没有马上去清洗掉，很容易褪色。就能坏掉。嗯，不错哎，这个地方可以排一天来这边玩，大概下午时候来这边玩水。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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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棒，这个很棒。你看也很贴心哎，你看客制化包车游览。哎，如果想要简单一点，我看一下它多少钱啊？私人，嗯，就这样。这可是这是前提是要少人吧？2000块一天吗？单人、两人、三人、4到6人，哦，其实每个人价格也不一样哎。哦，抱歉，打个嗝。就是等于你有一个免费导游，也不能说免费导游啦，他应该就会跟你说很多地方在哪里好玩。哎、欸，不错哎、欸，赞哎、欸，可是有点贵。哎、欸，我看他7000多块钱是怎么算啊？一天7000多，哦，有点贵、欸，有点贵、欸，有点贵、欸，但是一个人7000多啊。是单人哎、欸，你要想象一个人7000多，是在早安、午安、晚安，幽梦。可是有导游，但是很贵啊。其实导游费一天才2000-2-3千而已、欸，对，很贵、欸，不行啊。这两人团是怎样？两人团3000多，那一个人吗？对啊，他一个人2-3千啊，这还是很有点小贵。有点小贵，有点小贵，但是如果你想要洗，方便就可以啦，可以考虑。有点贵，对我来讲有点贵。那我们看一下自，济州的自驾，稍微找一下，都可以去找一下，大概了解一下而已。假如说我们行程刚才是讲2月8号。2月8号到13嘛，大家讲说2月8号到13，记下来吧。国外是什么？国内、亚洲，看有没有台湾。华华，台湾呢？华华，哇，没有台湾嘞、欸。QQ。算了，没关系，那就、欸……等一下啊，不对啦，找错了啦，白痴哦、喔，我们是要找济州岛啦，韩国济州岛在哪里啊？笨蛋你哦，欸、有航空过，那不就……等一下，我找一下，济州。怎么一直打错字？周岛交通 ，OK OK OK， 咦，赞赞赞赞赞，这个，找错的部分可能有导游，找错的部分，来看一下，欸、这其实折很多哎、欸，它1万5折1000，随随便便7+9就已经超过1万，对，如果你出去玩的话。这里就跟你讲，夏天这种海边地方啊，
种环岛就是环四面环海的地方，夏天太阳一定很毒，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晒啊。太适合秋天和冬天去，因为风会很大，就适合春天和夏天去玩水嘛。夏天那一定会晒伤啊。电压，哎、欸，对对，一定要考虑到电压的部分，不要拿错，给人家插座用坏啊，砰，对，会爆炸，你也危险、哦。它是220，对，220，圆形的，你们是扁的吧？它不是圆形的。就稍微注意一下，这就是去买一下那个路径自动通关。它可以停留90天哦，很赞哎，两个月，啊不，3个月啊，说错。哦，可以台北可以直接往济州岛，哎，赞啊！那重新查资料喽。可以直接到济州岛哎、欸，那它是哪一间啊？这个先等一下，啊，直接这样选起来，赞啦，棒哎、欸，台北直接到济州岛，赞啦！我觉得这个网站还蛮好用，真心蛮推荐这个的。如果你要出国玩的话。偷偷跟大家分享这网站航班，台北所有飞机前往济州岛、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南韩，哎、欸，很快啊，这样没有写中文，赞啦！济州岛，我们2月8号完了，没有航班啊。好吧啦，我们来看看哈，好贵哦，那我们重新更改一下行程，那变成282吧，搜寻一下，就廉价期间，我看一下，这机票一定会超贵，回来的机票。OK， 这都没有看过的航空公司耶，好赞哦！都没有看过哎、欸，咆哮咆哮！筛选价格，然后停站，直飞嘛，不要转运了，转运太麻烦了。航空公司哎、欸，不用管了，出发我们就出发啦。早上时段。下午也行啊，不要晚上。哟，他有早上哎、欸，就是下午哎、欸，行啊行啊，就这里，4400，便宜啦，便宜，哎，好，就这样。那如果我要从韩国离开，不，从，好，这可以。那如果我是要从济州岛。去很多地方而已，呜，赞啊！但他只有到哪里？首尔、釜山，到釜山啊，我们就近一点，好不好？近一点，玩几天？哎、欸，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吗？直飞嘛，只有直飞而已，出发大下午了，很贵呢，不便宜呢，啊，这个会怎么便宜啊？这优惠价
价吗？啊，刚那个超便宜的是几点啊？早上九点。哦？什么？会不会太累啊？出去玩就是要稍微悠闲一下。可是好便宜哦，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想要就是买这张，就这么早起床，然后早一点回家休息，早一点到饭店休息。可是这么早，我们可以去哪里玩？好，这个先保留，我们先保留。反正我们就是可以直飞嘛，哇，可以啦，可以可以，直飞也没有很贵，4000多块，好便宜哦，好便宜哦。我就稍微找一下这个行程，搭配那个行程来玩，搭配这个行程来玩。对，那租车嘞？租车多少？对，直飞都通常赞啊！我其实最麻烦就是转飞机，有时候没不小心没转好，然后你就飞机就跟你 say goodbye， 这是太累的地方了。那我现在改成什么？租车，然后我们这是几点啊？25号 ，OK， 就25号，我们玩这么多天，搜寻，来看抽看一下车型，这现代哎、欸、，Kia 也是韩国的啊，对，就是完全的韩国车。算了，就看几个人吧，就差不多4-5个人，我5-6个人，7人座，这也是赞啊。大小车，这就是 SUV 的那个，等一下，小型家用。这台车其实很小，我必须说，它其实很小，它不大。它这种车更小，它这种车后座超小的哦，蛮贵的呢。等于他说租那个7000多也是很便宜哦，那个就是代驾部分，7000多是蛮便宜的。好啦，假如说我们就5人座就它吧，就最便宜嘛。最便宜的其实它啦，它其实后座没有办法坐人。如果你4个人出去玩，后座其实你可以坐人，但是很挤，非常挤。这两台都是，这两台后座都非常挤。好啦，假如说挤一点就2000多块，好不好？压预算啦，就压预算，假如一付，好不好？一付最便宜的算3000块，我们就直接算3000，不算尾数嘛，这也差不多快3000嘛。其实我2900都会直接算3000啦，出去玩宁可多算，不要少算，好不好？租车。3000 ，OK， 1天3000 ，OK， 那我们就2月22到2月25租车 ，OK， 这是一个记录嘛，然后机票多少？我们刚才查机票多少？4000多吧，对，去程机票去程。所有机场到往下滑，济州，我们是2月22号这一天，机票是价格不固定的，停站直飞嘛，就这一班，多少钱？4400。那、如果是转飞嘞，转飞就5000多，哎，不然4000多好了，对，就这一班嘛，没差嘛，反正可以到就好。这航空公司我真不知道，查一下好不好？查一下，德威哦，联航啊，对，联航，行李箱啊，他可以买行李箱吗？正在为你处理，暂时无法使用，干。所以是可以吗？噔噔噔噔噔。
台北济州六什么鬼？什么意思？我退粉手提行李十公斤而已吗？无法托运吗？如果无法托运就不好我是要出国玩的十公斤要干嘛？十公斤是在干嘛？可以吧？那我托运一下啦。这意思是加一件要6988吗？我觉得是还好啊，加件就不是问题啦，只是没有办法使用是怎么回事啊？等一下好，我们继续他的官方网站看看，可不可以托运啊？如果等下出现一堆韩文，我就疯掉。德威，台北所有机场吧，到屁啦你！哦，这不是他的网站，给我托运了哦，劝你给我托运哦！不可以给我不托运哦，这个出发航班、啊。等一下常哦是常用，松山松山和桃园。好，台北桃园好了，可以到吗？不行，可以，台北出来哦，你可出来哦，连按都不能按是怎样？明明就可以给我选，还是其实只有松山有？对啊，你松山就只有到首尔啊，台北桃园嘛，对不对？到济州，出来。2月22号嘛，这里写3000，搞事啊！就这样，对。我没有要回程单程啊，我到单程就好了，单程。台北到济州，找一下，有可能网页太多，可不可以托运啊？可以啦，15公斤啊，但是我。才15公斤太少了吧？啊、可以啦，15公斤，可以，这样子有25公斤啊，行啦，这可以，这算多少？3000？妈的，他给我算4000块是怎样？他有爆粗口啊，气耶，算4400，那我就直接让我官网，不对哦，这样算税金哦，这可能没有税金哦，使用原文支付。所以他这个是有算税金吗？哦，已非会员，这都不是重点。等一下，他说什么？还要查电子信？好啦，我觉得这应该是没有税金的部分了，对，好不好？是没有税金的，好不好？没有税金。对，这个假如没有税金，他算4000多块啊，税金要多少？嘛，算5000好了，那说3000算啊，算是4000，好，就算4400，他这4400嘛，那我们的就算4400。假如我们定了一副好吗？4400飞机，台北桃园嘛，你就桃园机场，桃园到济州。这要备注一下，好像是10公斤，10kg 手拿，15kg 行李托运啊，算托运。OK， 4400，好吧，4400。OK， 这就2月22，跑掉了。那就这样子，然后到了之后租车嘛，直接在飞机场拿车，然后
贴玩什么？因为他航班是几点？我小心把那关掉了啦。把它关掉了，再来一次好吗？首尔，济州。哎，等，它是几点？一点三五十五。其实最推荐就是你已经购买完了，你就截图，手机方便嘛，截图。对，要不然就是电脑截图，或是他会传信箱给你。对，他会传信箱给你说你购买证明。以上，我们现在是假如啦，还没啦，还没。一零，对，应该就这样。OK， 好，就这样。好，这可以关掉了。自驾也可以关掉，因为假如我们已经租到车了。衣服，好，都是衣服。啊，这个也不行。欸，不对，我等一下需要那个网站。需要那个酷酷的网站，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找一下回程机票，我们现在马上找好了。回程嘛，从济州、济南、大韩民国、济州到釜山，他只有到首尔，他为什么只有到首尔啊？他怎么可以那么快？怎么可以？好，我们就换一家航空公司嘛，既然你没有。航班从首尔，首尔到釜山是25号飞嘛？哎，不对，不是这个25号，25号。便宜的吧，但我们知道直飞航空公司不用管，上午有吗？啊，都选，好吧，都选。对，没错，多逛逛，比比价。这贵很多哎，这是抢钱吧？下午，这是2000多块，是1000多，差在哪里啊？可以托运吗？它只有手提行李10公斤哎，我们继续看，好不好？看下去，有了，20公斤800多块，哎，也行啊，就是大概这是几点啊？1点，好，行啊，我们就1点嘛。从2月25，1305嘛，到1405，济州岛到釜山，多少钱？算2200。对，因为大概1200，你还要再加行李箱800多，2100亿。对，2100多吧。对，2100算2200啊。对，可能会有再多一点啊，算2300，管他，说不定多算总比少算好吧，对不对？然后10kg 手拿，这个就比较好了，这个20kg。托运好不好？可能我们在济州岛买了比较多东西吧。那3天这样就是会算到22、23、24、25，算4天，3、4、12、12，乘以4。对，如果你今这一天想要少一点的话，那算了，就这样。你可能要搭早一点航班嘛，这个就要大概3000块了。对，
早点航班你租车还车大概十点以前还都不算一天，就隔一天十点以前还都不算一天。如果你要省钱啊，省一天钱的话，这个会比较省啊。如果我 玩早上这一班的话，这一定会比较省的原因，你省三，这、就是三千块吧。那你加托运的话，托运也才差不多八百多，这省两千，将近两千块，所以你要去考虑一下。其实看起来机票真的比较省啊，但其实最省的是这一班航班，因为你少了一天租车时间，对你少了一天租车时间，所以你就可以去比价，对，去比价。如果你觉得早一点起床是早一点好事的话，因为你八点多就到釜山，但八点多到釜山你可以干嘛？其实很多店都还没开，然后饭店也没有办法入住，你没有办法休息，你可能要开始跑你的行程了。这是一个坏处了。这个的部分，这个的好处的原因就是我到了，我马上去，我想要休息，那我就可以带着我行李去休息，先去饭店入住休息了。大概两三到的时候，大概也差不多三四点、四五点，可以差不多可以入住了啦。最多在外面拖一下，去走个行程，小一个小行程，入住休息一下。你晚上可以去 pub 有一点点，没有啦，因为晚上可以有晚上的行程啊。对，没错，晚上有晚上的行程。哎，都是啊，那就是这样子。去想一下，你想省钱，那你就要早一点。但是早一点，你又早一点的坏处，就是你不知道早上要跑什么行程，你就会很累，那天你就非常累。你的晚上行程就没有办法跑，有舍有得啦，对，没有办法 完整的完美，就有舍有得嘛，对，好 ，OK， 这是我们再来是二十五号嘛，我们还是要搭飞机回家的，对吧？我要搭飞机回家，从釜山嘛，欸、我的釜山嘞、欸，釜山到台北首尔机场啊，是二十八号。三月二十八，哎，二月啦，二月。对，这是取舍，就是你要去思考这部分。那我们就停站直达吗？什么没有直飞？你要确定呢？你要确定呢？这就不怪哦，这就不怪哦。从、欸，不对啦，哎、欸，对对对对。贵哦，而且你想，这下飞机下来之后，你可能要如果 你住北区就还好，你就还有办法回家哦。有办法回家吗？好像如果你去搭捷运，好像就没办法。对，搭捷运就没有办法了。也、欸、是可以的、啊，假如说你搭捷运是有办法到转运站，然后回那个的话是可以，这就会比较累。对，这除非你要再住一天，住一天又在北区住一天，又要住一天的钱。而且住一天这一天很贵哦，住宿这一天会很贵哦，因为它是廉价哦，廉价住宿都很贵哦，你要思考一下哦。对，要思考一下哦。虽然它是廉价最后一天，我们来看一下北部的住宿好不好？随便啊，北部住宿，我们住哎，这 booking 哦，看一下228好了。可以住就好，是一间房间。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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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他说给我很好的饭店哎、欸，这样不太好哎、欸，都很贵。好啊，随便看一下这间好了，就这样。Airbnb 的原因是因为，台北，因为它有民宿，对，它有民宿。退房时间不是这一天啊，退房时间应该是要这一天。哦，好，可以，还行，就大概一千块，好不好？
大概1000块、哦。我们看一下这一碗，这好便宜哦，怎么这么便宜啊？情侣吗？应该不是吧、欸。这很便宜耶，感觉啊，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房间尽管是单人的，对，应该是稳的，我想我应该是稳的。但是其他的共用地方，就是像这个，欸、其实这个很棒哎，为什么很棒？因为它很大间，它淋浴就是洗澡的地方看起来很大间，就是你的厕所和公共区域是共用的，但是是如果是我还蛮喜欢的、欸，我只要房间是独立的就好了。对，只要房间是独立的就好了。那如果假如说这种一晚1300多也行啊，那4000多太贵了，不用不用不用，是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那不是贵一点2000多块啊？好吧，就算2000-3000好不好？转机是怎么转啊？转去哪、啊？你看，这样就花13个小时多，超久哎、欸！他要转去，疯了、喔，疯了、喔，转去马尼拉，这是从马尼拉转到台北、欸。对，这个，但是这个没有500多啦。这没有500多，对，这没有500多。这个的话是这个700多块钱，对，这是700多。你说500吗？我这里应该没有500啊，这里对，没有500啊。这个算便宜啦，对，这个算便宜，真的便宜。好转，一直转，哎，这不好转，你去马尼拉看马尼拉在哪好不好？超远哎、欸，疯了，在菲律宾哎、欸，你要从菲律宾。优质推荐，推荐，推荐，看起来很赞，但实际上住的怎样不知道，就是你要去看评价。对，好丑、哦，哎、欸，疯了，疯了，这疯了，这疯了，啊，这个要转运来，你看，要花17个小时，要不13个小时，疯了，还要花15000，疯了，啊，这个转到新山国际机场，新山在哪里啊？马来西亚，这要花1个小时。啊，1天7个，疯了、喔！花1天7个小时，疯了、喔！真的疯了哎、欸！那就买这个啊！你看7000多，再加住宿算2-3千啦，要不10000多，跟这个转机差不多，你还可以在台北再玩一下哎、欸，对不对？疯了疯了！好了，就这样，就7000多嘛吧，算，哎、欸，还要20公斤的算。8300啊，对，8300，2840嘛，到00，这个玩起来会比较累，这个行程玩起来会比较累。桃园吧，8300，算8300，我们说算整数，不要算尾数，来看一下好了。托运行李20公斤嘛，4000，你要确定嘞？你要确定嘞？干托运行李怎么贵啊？才11000耶！什么啊？你要确定嘞？从釜山飞到台北要11000？五加一都是怎样？12000好了啦。4000多，那等于飞机票要11000。好啦，就这样，没关系啊，12000啊，12000，不然怎么办？从釜山飞回来都没有哎、欸，你把自己包进行李箱就破啦，那不划算啦，你还是好好的买机票不是很赞吗？好好的买机票啊。好啦，那台北住宿的话，假如说以釜住宿。台北住宿，哎、欸，不对哦，我们是在桃园下飞机的哦，所以不能算台北哦，我们在桃园哦。
这时候应该是没有捷运的。房间还是租一个小公寓啊？如果租一个小公寓就很便宜耶、欸。我活啊，这一晚一万一千八，一万八，这也是租一个小房，这就很日式，这就很日式。周立是桃园，为什么不能说周立是桃园？周立在哪里啊？其实我对地理位置不太……咦，这鸟咪很赞呢、欸，可以啦，鸟咪，太赚了啦！哦，赚爆了，这800块一碗呢、欸，赚烂赚烂，这在哪里啊？有鸟咪就要从这里坐到这里，大概400多块，甚至500多块，好吧？可以吗？人都超凶，所以中立不能算桃园嘛？它不就是桃园市吗？对啊，它不算桃园吗？会有庆忌吗？会有庆忌吗？好啦，这个站啦，我们就估计住1000块，好不好？桃园住桃园。1500啦哈，最贵1500，好不好？然后这不包含车程，对，不包含车程。OK， 我们的行已经差不多了，对，行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差一个行，就是我们的行程安排里面的行，对，大致上会花多少钱？你从哪里来台湾啊？对啊，这边啊。这边我们可以看，我们是行程是排222到228嘛，这完结222324252627283，大概几个礼拜左右。然后去的地方，我们就从桃园到济州岛直飞嘛，直行1400、4400，15K继续托运。这个是联航啊。对啊，他为什么从桃园到济州岛就很便宜，然后从釜山到桃园就超贵？不能理解。还有我想。害我想从济州岛到桃园，可是他不一定有飞啊。那我看一下，对他不一定有飞。喷射机，他那个应该不算大飞机，应该算小飞机而已啦。他那个小飞机到，其实到那边，对，可能会有点摇晃。好啦，那我们就先来安排行程，我们就暂时先这样的好吗？对，暂时先这样。嗯，因为这个东西是会变动的，那个东西都会变动。这个地方不错，拍一下好了。
跟小咪不说拜拜，超可爱，那个鸟咪太可爱了吧！我刚以为它是假的，结果是真的，因为它这边有洞。哟，超可爱，赞啦！哦，桃园莺歌吗？我想去莺歌哎，对莺歌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不是每间店都有台币兑换哦，所以一定要换好哦。然后我们先来略算一下好不好？计算机，小算盘吧，略算一下好不好？假如说这是租车的部分啦，这个是比较贵的行程哦，这个行程会很贵哦，而且这是一个人哦。居家酒，不，我们还没有算住，行已经30000块，好贵哦。这个要确定哎，啊，如果去跟人家买行程，济州岛一个行程要多少钱啊？这个30000块，认真哎，因为车已经12000啊，租车12000，那这是一个人而已哦。哦，好贵哦，怎么回事？暂时让你参考用，哎，13000啊，是吗？济州岛吗？5天哎、欸，然后5天排13000，你就可以看一下它的行程。这个应该还好，这个不错了。济州岛玩5天13000，搭飞机嘞，跳岛这个不错，这个感觉不错。府航吗？那它要多少钱？它有写吗？哎，没写，不用。30000多，太贵了吧？这还包含住哎、欸，宝贝，怎么排的、啊？怎么排的、啊？这不好包含住哎、欸，这住下去要加上去就50000多块钱哎、欸，不包含你换汇率哎、欸，就是包含你吃所有吃还有玩其他玩的、欸。好扯哦！哎 ，DIY 香水很赞哎，我看一下他怎么拍的。衣服我们是屁的，这2月3号啊，2月17号才有开团。完全只有行哎、欸，这行怎么贵啊？还是我们不能去济州岛，直接从济州岛回家这样？啊，桃园不是机场啊，它直飞济州岛，玩5天。
满脸的问号问号。是因为我们租车的关系吗？济州岛还有什么什么方式可以玩吗？好啦，我大概懂了啦，因为租车这部分一定要有人去平均啦，可以换地方啊，对，可以换地方，不玩济州岛，我不玩济州岛了啦，好气哟、喔！我觉得应该是租车的部分啊，对，如果不教他租车的话啦，应该会比较便宜一点。租车这个部分一定要平均啊，就是只算飞机的部分，我们算飞机就好，算飞机4400，然后再加2300，然后再加12000、18000，这是飞行，就是行的部分，再加住大概23000吧。单人租车贵，对，没错，单人租车贵。好啦，我们就是不啊，好啦，我们先不要看，我们还是继续游玩济州岛好吗？继续游玩济州岛好吗？我们可以以后游玩济州岛。我以为我手机没电了，吓死我。OK， 没问题，济州岛继续好不好？会比较便宜，可以平均，但就是好了。假如说我们这是4个人好了，应该是4-5人坐吧，算12000除以多少？4个人，一个人才3000块，然后乘以几天啊？哎、欸，这记忆真的不好哎、欸，哇，记忆不好，22、23、24、25，4天了，哎，对。4天12000，等一下，不对，这是12000已经是4天了，所以除以4个人，等于3000块。劫车可以免钱，被抓！早安、午安、晚安，尤西会被抓，不要啊！快住手！快住手！3000块可以啦，这就便宜很多嘛，四个人。然后如果12000除以二嘞，12×12=6，2×2=2，一个人要6000块。对啊，有6000块。好了，我们最多三个人好不好？最多三个人好不好？3、4千块，玩三人行。讲好像有点不太好，三人行。就要22000啊，对。但是如果就像你现在6000块，然后再加40+23000+12000，对，24700，对，行的部分，假如两个人去玩的话，24000多，这是只有行哦，不包含住哦，对。所以三人吗？可以的，三人比较便宜啊，四人最便宜，好不好？四人，可是那台车就不太适合坐四人，而且他的行李可能放不下四个人的行李。因为它是小车，轿车而已，小轿车，你就想小轿车嘛，它可以放到4个人28寸的行李箱嘛，应该是没有办法，三人是最好的，对，对对对，如果你要三人的话是最平均的，最好，因为你的后座还可以放行李，后座还可以放行李，没错，好了，那就开始排行程了，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这个地方在哪里啊？这个是可以去走走看啊。这个地方，我们先把大致上行景点先拉出来好了。离湖小灯塔，这就可以关掉了。还有去四川韩府，它是在哪里啊？自己调取，自己调取。对，我可以把所有东西都吸掉，所以所有一切行，跟我出去玩，所有一切行李都我扛，这样。开玩笑，我应该扛不动吧？一旦
你扛几楼？这一定要去吗？一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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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瞧一下，让我好坐一点。感觉很赞，这地方，这里就可以看夜景啊。啊，反正自驾嘛，那我们就看夜景啊，不错啊。是在哪里？星光夜拍。棚吗？这不重点。一代名要扛几龙？一代名要扛几龙？可以看看呐、啊，这日子不错，但是这行程玩起来就会很贵。柑橘可以吧？可是也要看是什么时候。等一下，他说2022开始，虎航有飞济州哎、欸，济州岛哎、欸，好了，那都不重点。那大家有考虑要带多少钱吗？假如说我是，好换个30000块好了。哇哦，富豪了哎、欸，富豪了哎、欸，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100多万，哇！我是富豪，现在不是最低点啦。一天，我现在最低点是几啊？41左右，差不多在41左右。可以啊，换假如换了3万，赚100多万。赞哦！这一定要去啊！可以猪肉一条街，这一定要去的啊！吃饭嘛，瞬间觉得自己很有钱。我跟你说，我全身上下120万，告诉你，我是富豪。哎、欸，这很扯哎、欸。120万、欸，这就要小心了哦。对，这就要小心了哦。这带钱你就要分摊，就是你一些钱要放你随身包包的钱包，一些钱你可能就要放行李箱是最不安全的，我自己觉得行李箱是最不安全的，可能就是要放后背包夹链袋里面，就那种可能要包好之类的游戏币。你说封闭吗？封闭120万，这个也可以啦，中央地下街可以去逛逛，东门市场这一定要去啊，怎么可以不去，对不对？这我就没兴趣，这个就不行，这就有了，这个不要，想看看嘞、欸，可是这个感觉就很早了。像万丈窟这样，这个、欸，好漂亮哦！屁啦，你拿钱当零食，我不信，我不信，我才不信嘞！上山的，可是一个行程一天3000多块钱，对啊，一个行程一天3000多块钱。
信，我才不信嘞！不信啦，不要乱讲话，等下导游把你赶走。可以啊，这感觉不错。好了，就瞬间，再排一个行程，叫什么？万丈窟嘛。排起来吗？哎，这也不错，这不错不错，这地方赞，我喜欢，这看起来很美啊。这也要去哦。住宿再找找。其实就坐公车是最便宜的，个十百千万十万，这里有160,000的日韩币耶，好扯哦！啊，这是所有公车嘛，反正就是看不懂韩文啊。我就是笨蛋，我就看不懂。这个很赞嘞，这可以留，这可以留。对，如果你是有要做行程表给你其他朋友的话，这可以留，这可以留。因为啊，这机车转换，导游直接给负评，零分啦，零分零分，急行干线支线，这不错很赞，这个。换算，结果自己回国才给复评，可是有点说贵吗？有点小贵耶。啊，跑掉了，进来哦，劝进来哦。这要留，要留，这个后面。假如说，好了，最贵3000好不好？还有4000，我们刚才讲4000是多少啊？其实很贵呢，很贵呢，要100块呢，要100块呢。哦，对，就是我的缺点。你说东西太贵的缺点，就是也说你有缺点，只是因为我太穷的缺点嘛。穷了，我太穷了。其实搭巴士也是不错的地方，其实你可以玩到其实也蛮多的地方，只是你要知道在哪里下车。100块，屁啦，机票100块，100美金吗？钱呢？每天打开钱包都在想，我的钱怎么都不见了。QQ， 哎嗨，这不重要。山茶花之丘有，这不错，可以去看看。我的钱怎么不见了？钱呢？QQ， 这已经有了，这个就不需要。排什么行程？100美要乘以30呢？100美多少？
3000块，飞机3天票，机票3000块，好像也贵、欸。对，不贵、欸。对啊，这好像不贵、欸。怎么办？100块美金，台币3000，对，差不多，差不多3000块啊。3100、3000多，对，差不多。这行程不是刚刚的吗？它行程真的大同小异。3000块，要全市，这很像鬼怪拍摄的地方、欸、看起来好像。哦，看得我好饿哦，这行程不错呢。山岛，我还没去过龟山岛哎、欸，你们有去过龟山岛吗？15000啊，5天啊，15000，去济州岛，走这些行程，对，你要看一下，他走行程其实。对，就是这些景点，如果是免费的话，就不用花多少钱。然后你看嘛，我们机票，我们从桃园到济州岛4400，包含托运，来回8800，对吧？有机会我一直想去那个龟山岛。然后他这边就有写10万吧，1000，1万。他如果说一万韩元的200多块而已啊，一餐200多，套餐票，对吧、啊？也是餐票20000，这应该进去这个地方应该有要钱啊，或是不用。可是他15000机加酒再加行程15000，其实不算贵、欸。如果你对于济州岛是想跟团的，无所谓的，可以走这个行程啊，走他们的旅行社安排的行程，就跟团，就不用像我们这边，很、欸，如果单单只去济州岛不去釜山的话，多少钱啊？加4400吧，好了，就是算8800。8800减掉他说的那么15000，6200，腰有点酸，6200哎，还不包含吃，大家怎么觉得呢？跟团好像比较便宜。大致上行程都差不多，七彩小瑞士村，这是虎豪，
大致上行程差不多，他们家的旅行社。就没有寄多少，他这边好像没有寄多少行程。好吧，就这样，大致上行走大概都是那地方吧。乐天，便宜一点就好了，不用太贵。来看一下姐，2700，淡季约2700左右。3800，这个感觉不错哎，查查看好不好？啊，勾打优惠。我们看一下2月几号，22就要住了，然后到25号退房嘛。花钱吧，不贵不贵，可是这个是最便宜的，800多块。乐天就更贵了，这1700。我们看看还有没有便宜一点。前提是找酒店啊，我们可以找一下 Airbnb 寄收到。哇哦，你要不要看看价格？哇，太贵了吧！欸，哦，不对，这是，哦，对，他这边有写总计。有点贵，真的，说实在。这间好赞哦，可以泡澡。这就不错了，可是它是独立房间。哎呦，讨厌，哪有？怎么可能？都不错哎，其实。很赞哎，我们看有没有在机场附近。这个就在机场附近。这个呢？这就比较远。啊，这间这么便宜是怎样？哦，感觉不错哎，搭帐篷住这里。他有卫浴吗？
好像没有有吧？这里吗？它有餐厅哎。这可以选这间啊，对。可是我最想要的是这间，对，这间也不错，因为它有车停车位，它有停车位。你说韩国吗？停车露营用，可是你要去找有办法给那种露营地方的那个啊？对啊，对啊。哎，不，对不起，我让我做一件事情，让我做一件事情。先离开一下。抱歉，我回来了。对，刚才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你说那个露营车吗？找一下。可是有吗？有诶、欸。它是租借露营地而已，就是你没有办法开的。看看这一个人的影片，感觉还不错。OK， 那我们假如我有点偏题啦，偏题了，偏题了。不错、啊，这间不错，它又靠机场很近。那多少钱啊？2900。吸一下嘛，哦，倒地，差点飞走。OK， 好啦，你坐好滑鼠，再吸一口，哎，香香，跑走了，跑走。这个的话是2000多，然后假如说是这一间的话是2900。换2200，这些话比较便宜啊。好，我们就算3000好不好？住宿，济州岛住宿。3000。猫咪，对，猫咪。之前在推特有po过，一只黑色的。刚刚不要打了喷嚏，黑色的那一只 ，himono， 日文，鱼竿的意思。不会叫 momo， 明明 momo 的日文 momo 的意思就是淘淘。不错，这只，好了，算3000块，这样我们就结束了，好不好？结束 Air， 哎，不对，不能把 Airbnb 关掉。
可是他行程排一排，感觉就玩不到五天了、啊。行程可以慢慢走，可以睡到自然醒。对，可以这样就可以睡到自然醒哎、欸。收手？为什么？为什么大人不变收手？S 嘛，然后有 M 吗？西汉北是什么 ？M M 吗？地理都没有学好，只知道 N S 而已。这个也很赞呢。他是在玩哪一区，然后玩哪一区？其实大家最晚加开到十一点多而已。哇哦！对，它这个很方便一点，就是你可能要在哪里下车，你就可以差不多去 Google 一下，对吧？不错不错哎、欸，公车其实也很方便。我以为他们公车其实没有很方便，其实意外的公车其实还蛮方便，就等于你租车的时间可以减少，所以可以减掉，不一定，对，不一定非必要，对，租车非必要。到南部便收手，这个有好笑，我觉得这个有好笑的、啊，不错不错，这个可以留，这个可以留，好啊，这个可以留。哎，怎么办？我今天有办法把它排出来吗？好难哦，11:45了哎、欸，哇！坐个公车就会到的地方嘛，对，散个步坐公车就会到的地方。假如说我们是住这一间好了，住这一间。
要走一个小时哎、欸。哦，不对，不是走路啊，坐车要坐一个小时哎、欸。好远哦，他这样坐要坐一个小时、欸，明就很近的地方，就是你开车开大概只要二三十分就会到的地方，好远哦。就是我要等一下，我要怎么走路啊？我要走路从这里走到车站，哎、欸，附近就有车站嘞、欸，好赞哦。没有，哎、欸，这个是。这个是那个啦，公车，对，这个公车，哪有啊？要走得很远呢，你要从这边走到这里耶，太远了啦，太远了，太远了。不过它附近就有，其实有打卡景点，这里就可以拍照，这里可以拍照。星巴克，星巴克，看看星巴克长怎样？是长这样吗？啊，好奇怪哦，不喜欢。我以为很特别，就一点也不特别。是稻头海女之家餐厅吗？餐厅诶，4.1的评分。很多碎片哎、欸，其实这也很便宜啊，这种附近就有吃的东西耶、欸。对，就星巴克汗蒸哎、欸，我很想体验一下它这汗蒸到底是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因为韩国人很多娱乐都会去汗蒸嘛。疑惑了一下，哎、欸，其实不错哎、欸，如果你没有租车，不，你如果不是坐交通工具的话，你这样玩一圈哎、欸，这也是钓鱼地点。就这样玩下来，可是他的租车也不包含加油啊。他很多钓鱼的景点哎、欸，可是开车就会比较累。这样看起来其实很大哎、欸，不小哎、欸。人家说可以玩五天啊，哦，济州大学，我一直以为济州没有大学。然后呢，这里是一个海，贤德海滩，欸，这里很漂亮哎、欸，赞，这里很赞。我刚才有找到那个海滩吗？我们是另外一个吧，是那个。万丈窟在这里啊，就是你这边玩完，然后你再玩这边，第二天玩这边，对吧？怎样？第一天可以玩左边嘛，左边玩这里。可以先去對，对，附近都有吃的，这住这里很方便，附近都有吃的，对，市场啊什么的，欸，住这里是不错，啊，然后济州德州亭，也可以去来这边看看，对吧？我就出发，然后走路到这里，然后中央地下街就在附近，附近又有星巴克，然后还有市，欸，
这里很棒哎、欸，推荐推荐，这间饭店推荐。就以地理位置来讲，它离机场近，它离机场近，你看机场不算远吧？对，赞赞赞赞赞赞。等于说第一天就可以去龙头耶。然后顺着这条路开下去，就 一路拍照。对，可以在这边看海啊。哎，等一下，如果从这里拍完照，这个，就是附近可以玩一玩。他这里离这里应该很近吧，不算远吧。挑战步行韩国，哎，太远了。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太累了吧。赞嘞赞嘞，从这里嘞规划路线到，应该要对调，这样子，这个比较近啊。现在就可以绕一圈哦，这个好，这个好，那就到灯塔，然后接下来呢，乐天超市哎、欸，可以去看看他们的乐天超市。从我们住的地方到这里要一个小时，从这里到这里就一个小时，对，等于你花了两个小时车程。但公车就是这样子，没有办法。乐天，去看看啊，乐天超市，还是要晚一点啊。有什么吗？觉得有点无聊哎、欸，就是去拍拍照，一个小景点。哦，这里不错哎、欸。这里是这个景点，哦，这里很赞嘞，不错不错，这里可以拍一个。这次它是什么？啊呜啊呜，不知道。哎，不对哦，我们应该要从那个乐天超市吗？超市里面有什么啊？可是如果住民宿就可以去乐天超市哎、欸，啊，不然这样好了啦，应该要把这个先从这里到这里，然后乐天超市回程，回程的时候去乐天超市，这样。我们应该下次再聚戏吗？下礼拜再聚戏？去，妈呀，我在讲什么？继续，下礼拜再继续，因为我觉得这样排不完，我觉得还有好多可以看的景点，排不完啊。我们下礼拜。
礼拜再继续好不好？我是想要再完整，但是因为明天也要上课，明天要补班补课，有点晚。不然我好想继续哦，感觉可以发现很多地方。好了，我们就先这样子好了。大致上第一天行程出来啦，可以这样子玩，因为你自然醒来之后就开始玩这些地方，其实都很花体力，然后热天超市就回家，对，就回要住的地方，对，不错，因为中央地下街就在附近啊，就我们住的附近，所以其实中央地下街就是可以也是可以规划在第一天或第二天啊，或是随时想去都可以，因为它就在我们住的地方而已。是你吗？不是乐天超市。对，我记得哪里啊？是七星购物街，其实附近就有很多商店街。中央地下街在这里，所以其实走路就会到，就稍微可能要走有一点远。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正吧，这个地方真的很赞。它还有鱼市场，哦，我喜欢，我喜欢，哦，决定就住。如果这里要去的话，我决定要住这里，不贵，又还不错。OK， 我们第一天行程，我们下礼拜再拍个行。下礼拜我还是做个周表好了啦，对，下礼拜再做个周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行程应该要排到哪里，这就存起来，储存啊，2.2，怎么样？下礼拜再来排这个行程，哎，还是我看一下我下礼拜周表。下礼拜周表，星期六休息，对，星期六休息，因为明天要，还是会偷偷突发吧，应该吧，不知道啦，再看看。再看看下礼拜我们再来排一天行程，安排行程。今天聊太多了，我觉得排行程就是一天排不完。我以为今天可以排完啦，但意外的没有办法。然后再顺便打广告一下，星期日与酒相会在阿山那边，对，在与手机山那边的台。如果有想要去找纯慧的，可以去找纯慧哦。对对对，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就是有佑轩陪我，然后李也在，然后有蛮多人都有来了一下，但我就很开心有人可以陪我玩聊天，感谢佑轩陪我那么久，真的真的谢谢你跟我的台，感谢李明也突然就是我就是有来，然后陪了我一下下，也没有算一下下，我就蛮久了，对我来讲，对，感谢两位咯，还有今天来观看的时候来观看的各位，感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子咯，拜拜。